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暂代总经理一职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元朗、任婷婷、客户经理，来相互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任婷婷。大家好，我是元朗。分配一下下班的工作吧。第一届呢，许丽。哎。你找那个小唐勾兑一下，顺爵下季度的存款。谁？姐。对，就是那个小唐。那个小唐。我跟你说啊，不要掺杂私人感情。 业绩第一，明白吗？好，理想。哎，城南那家外贸企业的贷款，你继续跟进一下。好的，姐姐。我们小宁，前两天那个小微企业的国内信用证，他们嫌我们的报价太高了，然后想申请一下优惠，你看还有没有一个优惠的空间可以给到他们？好的，欣姐。老总，信用证的事儿，前段时间我在支行跟着经理做过几遍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？ 我本来说你们俩刚到我们部门吧，先熟悉一下我们拓展一部。那既然有这么有上进心的话，你就跟小宁做那个项目吧。好。大哥还真可以啊，不还本金，不付利息，也不肯协商，更不怕把这老赖做到底了呀。要我看，您就是抱着侥幸心理，觉得我们银行啊不会把你这一点小钱放在眼里。 也不会去直接起诉你，但是你也别忘了，我们银行其实也不是冤大头，啊，除了起诉之外，法院还可以强制拍卖来追回我们的损失。我刚才看着咱们这些水产基地做的还挺像模像样的，要真是拿出去拍卖啊，说不定能有一个好的价格。您要是不还钱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强行把你这些东西给卖掉，或者是通过追索权的方式，从你的第三方财产里面追索出来那些贷款。 听我一句劝，不管是哪种方式都不适合。你以后想要踏踏实实的去养鱼，都不容易了。所以想明白一点，啊。喂，老婆，我刚从老季朋友的公司出来，他这边的客户经理要在家里的老人去北京看病，找我替两个月。我跟你说，工资开得可大方了。你呢，姚总？头一天上岗还顺利吧？ 哎，对了，你早上只吃了个包子，这会儿应该饿了吧？我给你送你芝士饼去。行了，我不饿，不吃，不要啊！你别叨叨了，我跟那个小宁在说工作的事儿呢。啊？哎，等会儿，你别点外卖，我给你送饭去，做个葱烧猪排，肉末茄子，再炒个杭白菜。我尽量做清淡一点，保证你营养均衡的同时还不长肥膘。行行，我知道了，随你啊。 好甜呀！<笑>还甜呀？哎，你猜猜他打电话跟我说什么？说让我别累着，可能吗？你说再过几个月，我这肚子就显怀了，我就得去生孩子。我在生孩子之前，我不得做出点业绩啊，要不我这个带经理的位置分分钟就失手了。婚育是职场女性最大的障碍啊，我现在是切身的体会到了，难呢。不用这么焦虑啊。 姐，嗯，你放心，以你的能力，一定在休产假之前把这个“带”字给去掉。再说，不是还有我们这些左膀右臂在吗？你担心什么呀？也是，但愿吧。
这个信用证的事呢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如果我们争不过国有银行的话，要不我们换一种合作方式吧。哎，齐总，他真的同意下周写偿还利息啊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之前啊，每次找他，他都一声不吭，搞得我俩说的口干舌燥，也不顶用。其实我来之前呀，就做了他的调查。这个人是本地人，安土重迁，在村子之外，没有任何的固定资产，所以对付这种人，你跟他讲失信人员限制他高消费，不能坐飞机那套根本没用。他最在意的东西，才是我们谈判的切入点。季总，您业务能力真强，还懂谈判，还研究心理学。咱们支行啊，有了季总，那几笔烂账是有救了。跟着我忙一上午，也都辛苦。咱们回单位之后点点咖啡，我来请客。谢谢季总，走。咖啡。你怎么买这么多咖啡啊？让你知道我挂念你呢。那你买这么多是想让我贿赂同事啊？是我想贿赂他们，我不在眼前的日子，让他们在你面前多说几句我的好话。哎，都还没回来呢。哎，喝咖啡。哇，这么多咖啡啊？这客户送的？我哪敢收客户的咖啡啊！哎，那我自己拿。钱老板送的。领导？嗯。我就知道领导还惦记着我们呢。这一对比，小赵哥抠搜的，天天使唤我给静姐送餐，也不请我吃顿饭。哎呀，领导真是好男人。你这工作的时候还惦记着你，还爱屋及乌，你们这感情比咖啡都香。你怎么这么会说话？你小心我告诉小赵哥。哎呀，回来了，今天什么好日子啊？还有咖啡喝。钱老板送的。哦，来来来，分一分，分一分。谢谢，谢谢。嗯，来来来，拿这个，拿这个。哎呀，这咖啡真香。论资历，咱们和涂小宁不相上下，然后总让他来带我们，说不过去吧？小兔姐能力挺强的，她可是打入维记公司内部的人，跟着她一定能学到东西的。你太单纯了。嗯，维记公司是不是她打入的不一定。之前拓展一部的季总不是她男朋友吗？那想给她一点分红和业绩不要太正常。现在季总因为她俩的事被调到乡下去了，她指定什么也做不成。聊天呢，小兔姐。喝着别人的咖啡就别议论他女朋友了吧。我下午呢要去谈信用证的事儿，年老，你有时间的话就跟着一起去。有。对面就是申通银行了，你把客户约到这儿，就不怕客户直奔着门口去对面了吗？我约的不是客户，是申通的客户经理。信用证的事儿，我跟国际部沟通过了。即使我们减免手续费，我们的价格也不可能比国有银行的申通更有优势。企业选择信用证目的之一，就是为了管理现金流，控制企业成本支出。我们既然不能帮他们省钱，他们当然会去找别人。那也不能就这么直接把客户送出去吧？谁说要送出去？我们是要合作。我跟饶总商量过了。跟申通合作，我们把客户置换给他们，既可以帮客户省一大笔财务费，又可以做个顺水人情给申通。他们当然愿意把跟国有银行不好对接的企业置换给我们，这叫各取所需，良性循环。你好。你好。乔经理是吧？对，你好，我是乔木，很高兴有机会合作。你好，涂小宁，请坐。这是我的同事袁朗。你好。那个要申请信用贷的小微企业，之前我们也沟通过了，他的情况您也都知道了。
不知道您要置换给我们的企业是什么情况呢？是这样的，客户是做床上用品，厂房已经抵押给我们了，现在想用厂房后面的一块空地做抵押申请贷款，但是我们申通给不了他们想要的利率。你们有看过他们的纳税系统吗？当然，他们公司在财务上是很正规的。如果乔经理觉得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收集资料上报审批，边申请授信边向银行申报优惠，等授信授权了以后呢，如果企业觉得利率合适再提款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没问题，那信用证那边我也会抓紧处理。好，尽快把企业税票给你送过来。胡小姐，谢谢你把客户让给我，让我完成了一项任务指标。别客气，我们的价格确实没有优势，那这样做的话可以帮企业省一大笔的支出，说到底都是为了客户着想，我们也算是彼此成就。好，那咱们以后多多合作。好。后来我们回去的时候呢，袁朗还跟我道歉来着，说他不应该那么说我，其实我还是挺厉害的，不是靠男人的那种人。嗯，那后来你怎么说呀？我跟他说，那当然了，我跟我们家季先生分则各自为王，合则天下无双。真这么说的？当然没有了，我要这么说也太中二了吧。不过我心里是这么想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在我心里你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，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吗？今天那个申通的客户经理也是这么夸我的，叫乔木。哎，你认识不？嗯，据说是申通的四大美男之一。哟，四大美男啊，有我帅吗？啊，就帅那么一点点吧。一点点啊？嗯，一点点。你知道这一天我多想你吗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快调回来的。嗯。小宁，我来送材料，在你们楼下的停车场等你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这就下来。乔木，新开咖啡店的咖啡，尝尝看。啊，这都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破费了。季总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有些调职手续要补办。这位是，季总你好，申通乔木。哦，品味很相同啊。新开的咖啡店，昨天刚给你买了，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季总要不要尝尝看？正好开车过来，有点困了。谢谢。信用证所需要的材料都按照你们国际部的要求整理好了，稍后我会把国内信用证交单变函的扫描件先发给你，回头再把原件再寄过来。辛苦你了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一步。辛苦。哎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申通四大美男，老赵去了他们行里都是顶级美男。哎，季总平时上班不是不戴戒指吗？今天怎么戴上了？特意的呀，已婚男士在外工作的自我操守。哦，你刚才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？忽略不计。嗯，开的谁的车呀？你的。我的。我的。送你的，我刚拿了一笔奖金。你怎么乱花钱呀？什么叫乱花钱？你现在需要一辆车的，
而且这个车的经销商我认识，所以选了这款。行驶证、驾驶证放在了储物箱里，日常需要的湿巾和纸巾也都已经备好了。另外，行车记录仪已经都测试好了，放心开。突然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不会是想跟我求婚吧？你为什么突然要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？以前的时候，上班下班咱们都能一起，就算是刮风下雨也不用害怕。现在去了南安县，万一哪天天气不好，或者是你加班太晚了，有辆车我能放心一点。就这些啊？嗯。哦，那这也太贵了吧？会不会太高调了？一点不张扬也不高调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可是戴瑞的客户经理，是部门的大前辈了，这车一点都不高调，正合适。嗯，挺好的。什么挺好的？啊，我觉得季经理的运气也挺好的呀，刚过来就遇见乔木了。你当着他的面送我一这么大的礼物，那估计过几天季经理是一个宠妻狂魔的称号就传开了。那看来这次是个有效送的。嗯，当然，我喜欢。谢谢你哦。你喜欢最重要。嗯。静姐，季总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不是大中午你在我们楼下干嘛呢？找小杜谈心啊？没事儿，别害羞，你俩好好谈啊，有心上去。我马上上去，姐。好，嗯，走了。上班时间出来约会，被上司抓包，这也太尴尬了吧？这我可帮不了你，得独自面对。你，把车给我停地库去，钥匙给林唯一。好的，涂总。走了。去吧。欣姐，嗯，你下午不是去新建成那个私立高中谈代发工资了吗？嗯。怎么了？不太顺利啊？那个项目啊，不在咱们片区被人切了，但是呢还没有过合同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可是我觉得希望不大。申同那边已经谈好了，我争取今天呢把资料跟协议都过一遍，争取明天签字走流程了。嗯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月的业绩也算是有着落了。啊，金姐，你别太焦虑了。理想哥跟许立哥他们那几个客户都正常进行中呢，婷婷跟元朗拉存款的积极性也挺高的，咱们俩再努努力，争取开辟一两个新的客户，在你生孩子之前肯定能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，让领导看看，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更信任你。说实话，嗯，我最近确实挺焦虑的。哎，你觉不觉得我怀孕以后好像比怀孕之前还瘦？反正看脸挺明显的，是吧？你说以前我做客户经理，工作也挺多，压力也挺大，对吧？但是我下了班呢，我找个地方我喝两杯，我蹦几下，我的压力不就释放出去了？但是自从有了孩子，姓赵的那个，这不让我碰，那不让我摸，我真的是……哎，小赵哥真说了，他交代好了，不让你喝咖啡跟茶，让我看着你。都嘱咐到你那儿了，都管到我的地界上来了，这也是为了你好。行，你说我回到家之后，我说那我躺床上打两把游戏吧，也能解解压，释放一下压力。他游戏都不让我打，你猜理由是什么？他怕队友坑了我，说影响我的心情。完了我就冲他发火啊，我就跟他吵架，但是他连嘴都不还，我说什么他都照单全收，所以显得我这个人现在脾气特别的暴躁。我现在这个孕期激素的上升叠加工作的压力，我整个人我觉得我就要爆炸了，我真的是已经憋得都不行了。小宁，求求你了，让我喝一口咖啡。你跟季总现在是最好的阶段，你们现在还在热恋期，我们这一步啊真的是跨的有点大，适应起来有点难。小赵哥呢，他突然就成了人夫，然后呢又突然成了准爸爸，小心翼翼的生活，生怕你不高兴，其实也没什么错，是吧？嗯，是。那
金姐，你现在呢，在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，经常怀念起以前的日子呢，想找一个发泄口更没有错了，是吧？嗯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你们俩的沟通出现了问题。如果吵架解决不了问题，那要不要尝试换一种方式啊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没结婚，在这装前辈指导我呢？那你听不听啊？快给我讲讲。啊，出来了！看来今天的菜很合胃口啊，特别合胃口，感觉吃完之后明天肯定能胖三斤。没事，等你生完我陪你做产后运动，我给你拿叶酸。哎，不用拿了，拿，按时按点，足量补充。你突然这么自觉，我怎么还有点不习惯呢？我哪是突然自觉？你说我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我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孕妇，那我能不好好照顾自己吗？那之前跟你抬杠，还不是因为你老管着我？但是，吵归吵，是不是最后每次都听你的了？嗯，那说明我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嘛。那岂止是有一点道理，那是相当有道理。哎，我再跟你说一下，今天鱼、虾、芦笋都吃了吧？嗯。下午4点钟的时候，我把那个燕窝又给吃了。下班之前呢，我把你给我准备的干果也吃完了。你说我的老公为我尽心尽力、操碎了心，我能不配合吗？是不是？现在呢，满意吗？满意极了，给你带个小红花啊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是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呢，我保证以后更不跟你抬杠了。好，说来听听。你看啊，今天这个时间尚早，夜色正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 happy 一下？去哪儿啊？去一个老地方，找找我们的回忆。哎，老婆，你走慢一点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别这么大声喊。不是大声怎么了？这大声大声说话还能把孩子说没了？呸呸呸！快快快！呸呸呸！呸呸呸！打木头，一二三。迷信。经理，点单。嗯。我想干什么？服务员，哎，你好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您吗？咱这个音乐能不能换成钢琴曲啊？这 Don't Start 的，我这心脏受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咱们这儿的客人都是来蹦迪的，要是调成钢琴曲的话，就蹦不起来了呀。对，不用听他的，点单。好的。我想说这样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个节奏，这个律动，我们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节奏大师。可拉倒吧。老公，你不是一直害怕我得那个孕期抑郁症吗？你要是不想让我有孕期抑郁症，你今天晚上就别坏了我的心情。我向你保证，我身体但凡有一丁点不舒服，咱们就立马回家，行吗？能行。哎哎，你慢点晃。啊，我慢点晃。我慢点晃。我最喜欢的曲子，快，老公，我现在不能去跳，你帮我跳。酒精的，连冰块都没放。老公，我们回家吧。这才9点多，
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就玩尽兴。嗯，这个地方吧，我好长时间没来了，今天这么一来，我觉得也挺无聊的。我们回家吧。好。你这连哄带骗的把我领去酒吧，中途又撤出来，到底为什么？觉得无聊？不应该吧？还是怕我说你啊？我觉得辛苦你了。像夜店这么吵的地方，你又没有喝酒，如果不是因为太累的话，怎么可能睡过去？我可能就是对这种地方不太有感觉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平和。怀孕这件事儿呢，对于你对于我都来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最近呢，我也在适应当妈妈这个新的身份，我也在适应我们新的生活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有时候激素不平稳，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情绪发泄到你身上，所以对不起啊。不过你确实也挺不容易的。我爸妈走得早，你就让你爸妈照顾我，完了呢，你一天还要照顾我跟孩子，一日三餐营养餐顿顿不落，还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就连加班呢，也要等我睡着以后才能工作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你讲，辛苦你了。就这件事儿啊，至于吗？我这都做不好，还为啥结婚啊？你这个人啊，自由自在了三十来年，婚姻和孩子两道枷锁一起扣下来，搁谁谁不会难受？我都想好了，以后每周出去陪你玩一天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不准看黄毛帅哥。我刚才没看。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再说那黄毛帅哥，有你老公来看啊？啊，有你老公，风度翩翩、英俊潇洒、成熟稳重啊？我真没看，这怎么还不相信我呢？说几句实话，怎么还听不下去了呢？你等等我。你们想啊，如果说我们银行只是把企业当成是对头来去硬刚的话，那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。所以我们要去想办法盘活企业，让他们恢复他们的造血能力，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引起共赢。这些之前的民营企业的贷款合同我都已经看过了，无法按时还钱，企业确实有他们的问题存在。不过我们银行在放款的时候也有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当时只想着赶紧把钱放出去，根本就没有认真分析过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他们的贷款需求，贷款的金额、期限以及还款方式跟企业的经营情况根本就不适配。我们想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如果说在还款的时间里企业的销售回款根本就没有到位，怎么可能给我们银行还钱？这才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。季总，当时我们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想着赶紧放出去把任务完成就行。我这个人不喜欢翻旧账，但如果说旧的问题迟迟都没法解决，咱们南安县支行就永远不可能开拓出来新的客户，也不可能完成总行给我们的 KPI。 你们也不想每个月都只拿着基础工资，这绩效奖金是一分都捞不到，还得每天被上班领导批评吧？那肯定啊，季总，但是这些年这日子是真的不好。季总，您说咱们该怎么办？只要能完成各项任务指标，您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接下来的两个月可能会比较辛苦啊，我们要扎根在每一家企业里，对他们做更深入的了解。如果说这家企业真的有他们的问题，有他们的困难，负责人也踏踏实实想要做事的话，我们就和他们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些不良贷款。正能看
蔷薇亮光线，流泻在指缝间。当沿途的风向陪我穿越昨天，奔赴所有未来的终点。汗水洒满每一步，追逐用心的幸福，途经的每一幕。When all the life is new， 相信所有未知数，收集渴望的满足，每一刻都算数。You know that life is new。情况怎么样，季总？厂里人说他跟着去车买原材料去了，也不知道真假的呀。早就猜到了，这个孙厂长是行里几笔不良贷款里最难啃的骨头了，还整天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态度。要钱没有啊？要厂一个，随便我们是起诉还是拍卖。就是啊，原本我们来的时候啊，他还毕恭毕敬的，就到后面，装都不装了，直接我们来他又躲起来。这个人不予评价了。要我说呀，这个孙厂长还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。他一定是吃定了我们不想让这笔贷款这么快就进入到不良处置程序。你想啊，如果说新发的贷款当年就进入不良，那咱们整个支行的绩效可就没了。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到他，跟他协商处理，用时间来换取空间。季总，我看这天也要下雨了，反正咱还有点时间，要不咱回去明天再来也行吧。是啊，季总，反正还有一周的时间，咱们明天再来吧。那这样吧，既然快下雨了，你们先回，我再等一会儿。啊，都已经这个时间了，孩子都放学了，赶紧回家给他们做饭去啊。去行，谢谢。嗯，这孙厂长啊，简直个不是个东西。前妻也没钱。喂，小娘，我这边还没忙完，估计今天晚上回不去了。我看这天气也不好，晚上要下雨，你今天就去爸妈家吧，啊，不然我不放心你。好吧，那你自己当心。嗯。过夜礼包在身边吧？当然，在车里呢，放心吧，啊。那你注意安全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是暴雨又是降温的，这小季一个人在外面不会感冒吧？男人嘛，吹点风，强壮体格，淋点雨，啊，锻炼心智。小季稳重又有担当，不用担心，他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你说的这好听哈，那你怎么不出去淋个个把小时，也磨练一下坚强的心智呢？我这把老骨头就算了，你我要是是吧，折腾病了。你俩不是跟着受累吗？是。哎，不过说实话啊，我觉得小季这孩子真不错，我跟你爸都特别满意，是不是啊？就你俩这关系没曝光之前吧，我真担心，我真担心你这工作受影响。那时候我天天焦虑，我都睡不着，但我不敢跟你说呀，我怕你嫌烦。不会。可不嘛，就你俩的事儿，被人知道的那会儿啊，你妈面子上看着哈，挺淡定的，
可实际上啊，差点进 ICU 了都。哎，你盼望点好事行不行啊？不过幸亏呀、啊，曝光的就是你俩的恋爱关系，没人知道你俩领证。你们要是知道我俩真的还没领证，就不是现在的态度。但我觉得小季真是靠谱，你看他为了保住你的工作，宁愿自己调到县城里去。我们当父母的，要是知道有人能这么全心全意的照顾咱们的女儿，所有的担心啊都烟消云散。你说真的，妈，我以前就只觉得我们两个互相喜欢，互相爱着对方，但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才知道，我不只爱他，他也是真的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吧，只要我们俩一起，肯定就都能解决。像你们老两口一样，我们的女儿长大了。我怎么突然听了觉得有点挺伤感的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你的眼泪啊，留着婚礼上流吧啊。对呀，哎，你们这婚礼怎么着了啊？不是，这领证都大半年了，以前是为了怕耽误工作，那现在是不是我能有点盼头了？确实有点忙，没时间。他刚调到县里嘛，那除了上班跟睡觉的时间都用在路上通勤了，我没这个精力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他在那个县城里，你什么时候他能调回来呀？啊，要不来回折腾的多累的慌。对对对，反正问题呢，迟早都会解决，就是看时间，等解决好了再跟你们俩说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得加个班，处理点事儿，你们俩早点睡啊。那拿着啥？啊，我再给您添点。不用不用。哎呀，一说这个就跑。哎，求婚都没时间，还办婚礼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啊？没有呀，这么美好的夜晚，当然要用来加班啦。胡经理看起来挺忙。你不也一样吗？主要是因为静姐她怀孕三个多月，现在孕反的厉害，正好呢又赶上她转总经理的关键期，至少要需要两个大项目来做背书的。那小兔我肯定要帮帮忙，多找一点客户了。那正好，我呢也得赶一个报告。那咱俩一起呗。我们互相陪伴。你光偷看我，认真一点，啊？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啊？从前温暖的时光，思绪翻涌成浪，真心在跌宕，在与你孤单你一出现被勾勒，你的眼眸像天空蔚蓝清澈，时间如何手心的温热，平行的风就像转了弯，就一次灿光泽
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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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努努力加把劲，这些原料收成就废了。大爷，这写什么呢？都是食品加工原料啊。大爷，您是孙厂长吗？我可没有孙厂长那么大的本事，那才是孙厂长啊。他知道我肩膀受伤啊，把我给替换下来了。他家的肩膀是有些孙子先给我搬出去了，现在呢大家都有工资领了，加油。来，厂长，哎，坐坐坐。好，厂里没衣服了，就先这个工服凑合着穿吧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孙厂长，我呢也给您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咱们戴瑞银行南安县支行新过来的经理，我叫季玉恒，您可以叫我小季。我今天过来啊，还是想了解一下咱们银行贷款还款的一些情况。只要这个厂还在我手里，我就一定会干下去。如果你们银行要收手，那我就只能回家养老了。但要还款，我现在没钱。孙厂长，您先别着急。您的想法还有您之前的一些意思，我的同事之前都已经传达给我了。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见，您的为人处事确实跟我预想的不大一样。刚才我跟厂里那些老员工啊，也都了解了一下情况，他们可都支持您，说您是被我们银行给骗了，所以才欠了这么多钱。我呢，就是想具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其实吧，这个也不能怪银行，主要还是怪我自己。当年我一心想把工厂做大，带着大家一起发家致富。当时有好多家银行找上门来，要给我贷款。我心想这是好事情啊，所以也就都应下了。新建厂房，增加生产线，谁知道产量倒是上去了，销量却没上去，一大批货呀全压在手里卖不出去，现金流也断了，银行贷款也没法还，更没有钱去拓展渠道打开销路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试一下。休息吧。啊，季总还没睡呢，要不要出来喝一杯？谢谢啊，不用了，今天太晚了。有个事儿我还是想问问你，我找你订的那辆车这周可以停了吗？应该差不多，这两天车到了我通知你。哦，行，那麻烦你了，多费心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小事儿，挂了啊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暂时让他帮你遮风挡雨，随时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吧。夜色吞没黄花，只剩影子紧跟，你是那盏灯。